大家好，我是朱孝天，欢迎收看由我主持的国家地理风云榜。今天我要带给大家一个匪夷所思的惊喜，那就是带你们去云南省的山区体验一下当地人吃的文化。那里的人是无所不吃的，爬虫啦、昆虫啦，甚至连老鼠也不放过。面对这样的丰盛大餐，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？哇，真是别小看了这些长得丑丑怪怪的蛇啊、鼠啊、虫啊，它们不但可以喂饱肚子，还可能用来治病呢。这次的体验有让你大开眼界吗？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